今日會同大家講下乜嘢係公倍數。公倍數即係話兩個數共同擁有嘅倍數就係佢哋公倍數啦。就以16同埋16為例子，我哋首先寫出12嘅倍數有啲咩呢？有12啦，再加12即係24，再加12即係36，再加12即係48，如此類推60、72、84、96、108、120、132。144、156、168、180，而且你推仲有好多个嘅。好啦，咁十六嘅倍数又有啲乜嘢呢？十六嘅倍数有16啦，十六加十六即系32，再加十六即系48，加十六64、80、96、112、128、144、160、176、192，如此類推，都仲有好多個嘅。咁十二同十六嘅公倍數，就即係話大家共同擁有嘅倍數啦。我哋玩一玩啦。喺兩行數裏面，我哋首先畫翻條界線，分開佢哋先。依兩行數裏面咧，有啲邊啲數字，有邊啲數係相同嘅咧？第一個出現嘅係48啦，第二個出現嘅係96，第三個出現嘅係144。之後呢都應該仲會有好多其他一同出現嘅公倍數嘅，咁我寫低佢啦。第一個係48，第二個係96，第三個係144，仲有好多個嘅。好啦，咁16同12嘅最小公倍數 LCM 又係邊一個呢？就係最細嗰個48啦。順帶一提，點解我哋唔揾最大嗰個公倍數而揾最細個公倍數呢？因為公倍數有無限個，所以我哋揾唔曬嘅。所以我哋就會揾最細嗰個啦。我睇翻呢個方法咧，我叫做列舉法。嗱，各位同學可以特別留意咧，呢度十二同埋十六個公倍數，其實我哋只要揾到第一個48咧，你發現第二個咧就係48嘅兩倍，即係48加48，96。第三個咧就係48嘅三倍，即係96再加48，即係144。你好快就發現咧，再下一個就再加多48，即係話192啦。如此類推，不停加48咧，都會揾到嘅。好啦，去到呢度可以咧攞個例子試下咯。好，各位同學可以試下將27同埋18嘅公倍數透過列舉法去寫出嚟，亦都可以將片段喺度停一停，試下寫出嚟嘅答案。27嘅公倍數有27嘅倍數有27。54、81、108、135，如此類推。18嘅倍數有18、36、54、72、90，如此類推。第一個相同嘅倍數咧就係54，所以佢哋嘅公倍數咧就會有54啦，兩個54加埋即係108啦，再加54即係162啦，等等。而27同埋18嘅最小公倍數 LCM 咧，就係最細嗰個，即係54啦。今日學公倍數咧，就去到先。